你没有卡，我只是还没有说话。你。是否好奇过，当踩下汽车的离合器踏板时，到底触发了汽车里的什么机关？或者说，驾驶手动挡汽车时，换挡前为什么要先踩离合器？本视频为你解答这些问题。在视频末尾，我们也将了解离合器在半坡起步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了了解为什么需要离合器，我们先弄清燃油汽车的内部结构。燃油汽车发动机的扭矩范围非常有限，因此为了高效地调节驱动轮的转速，燃油汽车需要配备变速系统。变速器的使用使得发动机可以在最佳的，我还是不太懂它那个扭矩是什么，它那个上面有一大堆乱糟那个东西是什么，直接上手。我今天已经开了，今天是那个就是倒档倒档以及一档，我就对踩离合器这个事情非常的困惑。你课程挂了三次，没事，我陪你。我估计我也差不多。哎，张姐你好。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本来不是说是小组的经济情况，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是吗？对，因为现在我想单独出来干，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为什么想你？我们上次开会你在吗？我上次开会是在你的直播间，但是没有在那四个人当中。啊，你们上次来很多人吗？不是来，我记得西安的就来四个。西安就四个。好的，另外一个人呢？因为周文泽上次也没来是吗？没有没有没有。你们两个现在还在读书吗？我是上班了，我是上班了，我25了。我现在是在读研究生。什么专业啊？我是那个控制专业的。控制专业？对。就是也什么什么自动化之类的吗？差不多。这个还需要读研吗？因为我就是我之前是本科是做航天专业的，然后所以说。就是保研了，然后就读了个研究生。哪个学校啊？我应该之前在你直播间跟你连过麦，就是西北工业大学。很早之前，得有快一年了。那时候是2022年7月份。那我喷过你吗？喷过。啊？我喷。还给我做了精神分析，那个他们录播那个我还缓存了。啊，我说什么了？我怎么没印象？你说我是典型的强迫症患者。后来呢？然后后来你就开始教大家怎么追女朋友。啊，那跟我聊过麦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改善是有的，我体重从150降到140以下了，然后那个就锻炼身体。好吧，最近不怎么好，前段时间其实身体还是挺好的。然后是然后我还参加了那个54老委那边，然后去学了一些劳动法的一些知识。好吧，反正现在成分很好了是吧，跟郑苗红。不能算，我感觉还问题还是挺多的。你说。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会儿就是，就之前公益活动嘛，就是应该他跟那个也跟你反映过，就是在发餐，就给农民工发餐的时候，其实出了点状况，是在就是第三次活动的时候，也就是说4月9日的那次活动，当时是我去发餐的，然后是当时是我们没有商量好，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发餐的那个厨房很多嘛，我们那个厨房离着那个发餐点就是土门挨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就我们提前到了，提前到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然后是也有一些人也是提前到，就结果就他们提前把那个劳动者那些农民工给组织起来了，然后说要发餐，结果我们到了之后因那个主力他们一直没来。就是导致那边人越聚越多，然后是到后面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那边主力过来了，然后我们开始发餐，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一开始聚了很多人，然后导致有很多一些，因为那边是个公园嘛，有很多就周六周天有很多那种退休的大爷大妈就都在那边逛一逛，然后有很多人就凑热闹就加入到我们，就是跟着一块想发餐，就想拿那个餐。然后当时是一开始是排好队，然后我们再发餐。但是后来有几个那个大爷大妈挤进来了，就导致后面那个后面的那些工人排队的工人就有点着急，就开始往前推，就开始挤。然后就是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所以说我一直在喊，然后我就喊那些组员让他们过来帮忙一块维持秩序，然后就是。我当时的看法是，就是那些组员他们表现的并不积极，就是对待这种事情，然后是就表，然后就表现的是一种，就面对那种情况，就是好像都哑然了，没有人去做，然后，谁一开始把人组织起来了？你说主力是说带着餐的人是吗？不是，是因为每次活动来的人很多。就是你应该知道，就是西安这个组，它是个大组，它有20多，每次活动都有20多个人，然后有些人是不来做饭，他们是只去负责发餐，他们就提前到发餐点了。对，就是而且那次提前去发餐点的那2个学生，他们之前没有参加过活动，就对啊，他们这不是太九明号的白。事情了，后面有改善吗？对，后面是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起冲突了，我当时就是比较生气，然后说话很冲。然后我说你们别过，你们个站着在干嘛？然后有个人说你说话别那么冲。然后我说我说话就这么冲，怎么了？然后就闹得就挺僵的。然后这是是小他们事后还来，好吧？哦对，然后后来是他们又专门去了一趟，就是那次没有叫我。反正后面我跟他们的关系其实也是挺暧昧的。就你跟那4个人不太好。对，因为怎么回事？是那个4月9号那天是做完饭之后，他们又就开会嘛。但是那天我那天就是开始我就生病了，然后晚上8点多我就睡着了，就没去参加那个会。然后会上就是，这个老周同志他传话传我说的一个话传歪了。就导致他们说，他们与会上认为，就是面对那个情况，我的提倡是采用一些暴力手段，但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个问题。我后来看了他们视频，我好像看过，就他们在那劳务市场发，他们说一开始后边比较乱，后边还有什么劳动者出来帮忙维持秩序什么的。是有，对，其实前几次也出现过这种，就是那种就已经退休了，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戴着金耳环，穿特别时髦的那种大爷大妈，就过来凑热闹拿饭。也没人阻止他们，不让他们拿。没有，说实话，就是你他说们现在还有因这种为状况出现？现在因为4月9号之后，我就是一直在生病，没参加之后的活动，之后活动就只有那个，5月多份，5月4号的有一个活动，就是没有再有正式的活动了。你现在身体好点了吗？
嗯，我现在是好很多，但是就是胃还是有问题，就是如果受凉的话，还是胃会很痛。什么胃溃疡吗？还是什么胃炎？对，我感觉应该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哦，这小问题啊，吃药就好了。嗯，对，吃吃药是，现在就是主要是保暖。这大概是现在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那次他们你找到他们你，然后我问了一些人，他们说就是我们这个群里太多了，人太多了，就是最好还是分一下。然后而且是我和这个周文泽，我们俩都是在北边的，他们那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南边的，其实离我们挺远的。之前参加活动我都要坐地铁，然后再坐自行车骑自行车去。我大概都是早上6点半起，然后大概是在哦，不，八你点说到。这些都是小事，这不用问我，请锻炼对，锻炼好了。你有什么具体需要问我吗？嗯，具体是一个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分家活动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那个我们因为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所以说就经济可能压力有一点大，而且这个周文泽他虽然现在说是工作，但是他最近工作也出了点状况。就是经济状况也有，这个你让他自己来说吧。我现在都还可以啊，我现在过得去啊，挺好你做什么的。工作的？什么？做什么工作的？哦，我之前是那个，就是一个美团的线上的那个便利店里配货的，然后但他不做线下，然后起了点那个矛盾，然后暂时就先没做了，现在暂时目前没做了，然后现在搞辆电动车，晚上送送外卖啥的。是啊，送外卖多少钱呀？你是众包还是外卖啊？众包众，就是没有那个固定组织那种。我众包比较赚的比较少是吧？哦，对。你是西安人吗？我从小本地长大的，然后我爸是福建的。你在西安有房子？西安有房子，但是这个产权在这个银行的，搞不好哪天就没了，不好说。但是有可能就一直住着。不是，是你自己还是你跟你家人一起住的？我跟我家人一起住，但是他俩目前都没在这住，所以就我一个人住。好吧，反正有地儿住就还好嘛。住你的大挺学好读的什么专业啊？的。我没上大学，没上大学。哦，你是高中毕业就没读了？我是高中时候家里条件还行，然后出了国了，然后就是就是小朋友幼稚，然后就没念完，然后就回来了。什么专业啊？是哪个学校啊？不是，我说我高中在国外念的，就是基础教育，就美国。啊，你说你在高中读的，不是你在美国读的高中，没有读大学，高中没读完就回来了。对，好吧，那你今年多大了？25了。哦，那你这10年没有再读任何书什么的吗？尝试考过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就成人本科，然后好像考了一半就没考了。然后不过自己平时会就是受这个未名子鼓舞，会看很多那些他推荐的那些东西。哦，所以就是你还是觉得自己是接受过这个通识教育的是吧？没听清。我觉得就是国内高中生这种通识教育的水平你还是有的是吧？我不确定我有没有，你就拿高中课本看一看就好了呀，那些什么政治、什么地理之类的，那学看国肯，内的你只要学到高中就够了，本科都不用学。看肯定是看得懂的，但是没完整的看过呀。那你这10年在干嘛呀？也不算10年啊，5年吧，5年，出去工作了1年，然后在家待着，然后就
打原神。啊？什么什么？打原神，玩原神。没有打DOTA，打DOTA二呢？打DOTA。你多少分呀？哦，万古。天天玩也就是万古的水平，那也不错了。万古反正比我们两个强，我就一传奇水平。没，哎，他一就是他，我打得好也要被批判，然后我就把我就我也不知道打得好有啥用，所以就没有很好打吧。所以你是魏小将？算吧算吧。你们两个在北边找不到人了吗？主要是我家房子就这么大，干活的地方就这么大，就五个人就够了，再多。就是对啊，我就说就五个人就好了。那你们现在两个人呀？应该还会有，就是后续应该还是会慢聚过来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女生，她是在这边，也是挨着挺近的，就应该如果以后要工作，你们两个这个领导水平大概只能搞五个人小组。对对，你们两个人多了就你们两个这个能力也不行，还需要再锻炼再成长。五个人可以了，你们凑五个人在那个附近重新找个点搞好了，没关系的。他们那个大组怎么说呢，学生比较多，但是对他们也是个锻炼的过程了。你刚才说那个问题，我觉得是倒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这也就是人太多然后组织管理的不好导致的，所以就是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了。反正就你们想自己搞就自己搞好的呗，凑五个人也够的。然后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经济问题，也没什么经济问题啊，就是量力而为啊。你要是没钱就请喝饮料就好了。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苏打水的活动吗，就要给你们发几箱，我们就请他们就喝饮料就好了，不一定非得做饭。做饭要求点高，如果你说你是为了发这个饭来解决自己的经济工作，那你就搞反了。你经济工作是你总归也得工作的，你是先工作有余力的发这个饭，不是你为了发这个饭就搞经济工作。哦，他跟我说，就是说让我们俩去卖糕点，然后我可以在我这个小区里，然后同时不行，卖糕点哪是什么长久的出路呀？你还是他王子良都是不愁的，一个糕点技术工程师，你得学点东西啊，卖糕点多浪费时间。哪有这个道理，卖糕点卖点钱去给别人发饭呀？我就是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他就是跟我说说什么就是这个要选择这个最困难的这个模式，就跟魏明子一样，然后就跟你跟魏明子一样。反正我个人想法就是就是口袋里钱太少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你多了发多的饭也没有用呀，你一天发一千，你就发一千份也没有用，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吗？赵姐我说一下，主要是我想到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周文泽跟我说他之前认识一些就跟他特别铁的哥们儿，是开那种咖啡馆的，然后他还和我说，就他那个朋友说什么会跟着他，然后我当时想就是我们能不能做糕点，然后到他那边去卖，然后去获得一些盈余之类的，然后过来帮忙一块做公益，我是这个想法。那你这个想法更是错上加错。简直离谱。好吧好吧，就是富哥们施舍吧，这不就是小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施舍吗？因为你推销给他糕点，你又不是按照市场规则，人家为什么买你呢？人家买谁不行？那人家买你的就在施舍你啊！你这个连那个资本主义的等价，就这个不叫等价交换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个逻辑都不是。而且你卖糕点这个事情就是浪费时间啊，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啊。他当时是五岁，人生很长哎。你是怀你自己到这个高级技术工程师了，你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吗？还是怎么样？是我欠考虑了。就是你不用学那些什么符号性生产那些虚头巴脑的，那技术像你这种学习技术不挺好的吗？而且你是工会职业分子，你可以教教他们，看他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俩之前就是考虑过那个修你车。哪怕对修车，你要开个去汽修公司干干活，学学，或者是自己找就弄辆小车卖卖车，开个货拉拉都行。让人推销糕点，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什么是朋友，对朋友买这个，真的犯不着，还欠人情，何必呢？你欠人情不是人情，欠就是市民阶级的这个他做慈善买赎罪券了。哦，谢谢，明白了，明白了。你们就是首先量力而行，就是发饭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就是咱，维持小组的这个生存发展是优先的，就是量力而行。你有，而且我们不是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吗？就有余力帮帮别人。你看，你看这个周文泽，你我就不知道，你还属于脱产学生。你们家有钱吗？哦，我家的情况吗？目前说是，就是我家里情况，啊，我都不好说，因为是我父母他们应该算是就投机分子，就是他们有那个那种古玩字画的那种东西，就是攒的，所以说我而且那个东西估值的话，我不是就很懂是那种东西。小户家庭是吗？哪里人呀？是山东泰安人。你们家几套房呀？就只有一套50平的，那他们买那个古董字画干嘛呀？我感觉啊，就纯粹的那种投资吧。那他为什么不买房呀？啊，你说的很不合理。家里一套房是没有给你准备婚房吗？然后父对，没母有。在之前有钱的时候都不给你买房，买房才是最大的头，就是当时买房就是上车呀。然后他奶去买古董，这是什么心态？我不清楚，就是当时，不，要么就是他那个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值钱那些古董，就是他买的，然后又主角骗人的。那个倒不是，就是之前是确实是有的，但是可能就是我父母他们，那你们家现在有存款吗？你结婚要买房，他们能掏多少钱啊？对，问题是他们好像也没有存款。所以我就跟你说，不那是东好西像，它不就是像你没有想的存那么。款。他们俩做什么工作的？我妈之前是在那个一个国企工作，然后后来是自己内退了，就自己辞职了。然后我父亲是原来是也是在一个厂里面当工人，哦，然后后来就是是，普通的市民阶级啦。你说那个什么对。古玩字画，这你也要批判他吗？我天呐，就这么简单问题，被你说的这么夸张。你一说我还以为什么有钱人家什么买古董字画出去骗钱什么的，不是有就特普通不是市有民钱阶人，级买点什么买那个古董字画，不是对，是他们估计被别人忽悠了买的，别人忽悠他们说这个东西可以赚钱，什么之问类题的，是就然后很多，凑了仨瓜俩枣买的。不是是很多，多也不见得那东西贵，那个画一屋5块钱一张，多跟贵是没没有关系有的。你我像是我知道的，因为我当初上高中就上初中是。因为我那个那时候上初中是学区嘛，跨学不是，区。你爸你妈一个是国企员工，一个是工人，他们能有多少钱呀？他们当时想花1000万买，他们有1000万吗？哪来的钱呀？就是不是啊？因为很多字画它是从那种古玩市场淘的，就相当于是有的时候是很多人他不了解那个东西，他其实就这里面就有个投机的那个，就投机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就是说，很多字画他，你像我爸买的之前，他都是就是低价买，就是因为就打着别人不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他可能就几百块钱收了，然后他就几千块钱就转出去了。那他赚到钱了吗？这就是个问题，就是问题就是我爸他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卖一副，他要再买10副再回来。那就是没有赚到钱吗？对，就是他不停的在玩这个游戏嘛，就是他卖了然后再买回来。你这个说的就好像那个对被电信诈骗了，然后你说他是投机分子，他那个被传销骗了，然后你说他是投机分子，但是他确实是投机分子了，他这个对，但是他这个说话他也没钱啊，主要是。他但凡有钱，他早就给你买房子吧。你就说你是就普是这通个穷问人家题。庭就好了呀。哦，那确实，因为我之前可能有一些原教旨，所以说就是我看他们搞这个东西，我心里有点难受。
你感到难受不是他们投机，是他们是被骗了，他们是受害者。哎、哦，也可能是也有这个，是他们是加害者。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要说他们是被骗，是因为我爸他那个时候也认识了一些所谓的那种搞这种古玩字画的那种，哎呀，那都是杀猪盘。对，然后是他一开始买一张，就是、他们然后100块买一张，然后就找他那个店1000，找过杀猪盘1000给他收了，然后再让他回来投资个什么2万块、3万块，囤个几百张。不是店，是他跟了一个老师。哎呀，差不多是他那个圈子，这东西就是杀猪盘了。对、哎，其实也是这种杀猪盘，他就相当于是那个。他这里面被骗了，就现在跟着去忽悠别人吗？他现在已经不能承认他也是被骗的了，因为、这个、我感觉是这样的，对，他目前已经投资那么多了，已经没有办法下不来船了。本来当时能买房的使使劲儿，现在这个买房的钱也搭进去了，就开始搞这个。但是又跟什么搞传销什么之类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对，其实就是传销，而且还有一个洗钱的效果。因为我记得当时洗钱哪是你这仨瓜俩枣儿，一千两千的洗的。他是有那个膜的，有一些人会到我们这买东西。你像我爸，他之前就是零几年那会儿，就是他是可以拿出几十万去搞那种，就是放高利贷那种，就是卖字画。我知道的，就是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他那时候卖了一个6万的一个。那是零几年，然后后来他跟我说那个字画好像也涨了，反正就他那个古玩的那些东西字画，就是他炒的就是特别离谱。就我印象里面是，我家里面有一幅字画，就是可能第一年是20几万要卖，哦、然后第二年就十几万。别叨了，别叨了，okay, 是老皇帝别叨的了。老皇帝，不是，我就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然你怎么会保联啊？我怎么说呢？我跟你聊天，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笨。我说的免费是不是也这么说的？我感觉你好笨。我记得你之前也说过我这个问题。对，你跟你说两句话就开始不耐烦，就很小事，就很简单事，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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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没完没了。你们两个这个，你还指导人家呢？你还指导人周文泽呢？人家好歹万古大神。人家都想能打过万古的，绝对不是一个笨逼，肯定比你聪明。你们再凑几个人，5个人，然后今天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太着急了。对对对，我就是我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对，那你太着急了，你的能力又不足以把这个事情搞好。我的建议是怎么说呢？就是着急是好的，但是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这个事情我一直在，就是说我跟别的小组也聊过这个问题，你着急的不是说你要发多少份饭把这个活动办得好，因为你像我说你一天发1000份能怎么样呢？你一天发1000份你又能改变什么呢？而且你这也不可能一天发1000份嘛，因为现在我们就是那个特殊的嘛，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黑暗时代的火苗，就是你就不可能发1000份，你怎么可能烧起那么大的火呢？因为你现在的少年班火也轮不着你，对不 对,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不是说你怎么把这个事情搞得好，是你们这个自己能力的锻炼了，小组的生存发展，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是绝对不是说你什么靠推销糕点什么赚这2000，这有啥用啊？你先你培养培养周文泽，对不对？先让他有点正事干，当一个什么什么看着喜欢什么，学门技术学门手艺，然后你们还能，对，你们几个人，比如说再招5个人5、6个人，你们都能有工作，然后有余力，对不对？你们在这个资本主义市场里面，就是我们不去剥削别人，靠自己的这个能力跟技能，坚持我们的原则，也能生存，也能挣到钱。你先做到这个目标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至于那个发饭，那当然就是首先那就是小组日常工作嘛，但是量力而言嘛，现在没有什么能力，像你说啊，即使经济有困难，没那么多钱，没有什么场地，那你就送你请你喝饮料就好了呀，或者是带他们搞体育锻炼，这个不要什么钱，而且本来你们两个也需要体育，现在很多小组你去搜公益都开始搞什么运动会体育锻炼了，
就你们两个去踢踢球、打羽毛球、什么打乒乓球，然后你们先发几次饭，请人吃是不是？发几个饮料，请人吃吃饭，认识几个什么外卖小哥、工人什么的，然后在一块儿搞搞体育运动，这个不花钱，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花钱的。总之，而且你怎么说呢？其他的小组有五个人的发餐，或者是请什么喝饮料，每周也就二三十块钱，也不是什么负担。但是这个事情都轮不着你说什么，像什么推销糕点这种鬼点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明白明白。哎，明白个屁！你们慢慢去，慢慢去。你我主要你还是学生，你太脱产了，你跟这个社会现实很脱节。你先去，你现在还属于念经阶段。你现在研几了？就刚读研一。你大四的时候什么实习过吗？或者出去打过工什么的吗？大唯一实习是在大三去的一个那个模一个工厂。妈，你还搁这指挥周安泽呢，还批判你父母呢？你准备什么时候经济独立啊？目前是生活费已经是独立了，但是这个我的那个学费，我感觉还是有一点困难。反正你这个到时候研二研三，估计跟你这个好就业了吧？不是那种什么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的吧？是能就业。那这反正是机会能保证。你借你这个时间去，真的。送送外卖什么的也不错，或者是你刚才去学学汽修之类的，你本来就是工科的吧，那个对你来说也比较简单吧。对。对啊，你去带着学学汽修，然后你真的是去那个车车行修修车什么的，真的去修车、汽修行不是别的，就是多跟这个社会现实接触一下。而且你是不是也没谈过恋爱啊？对，就谈前几次。难，就我就听你到现在，就是我两个就是一种对。没有谈过恋爱处男的气息，真的就是，你先不要着急磨着，你先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你先长大一点，你现在这个状态太那什么了，就是还太想要东西想太简单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反正你们俩都有微信，有事微信找我吧。哦，可以，那个周恩泽，你有什么喜欢的吗？你去干汽修可以吗？我，你有驾照吗？有驾照。啊，你有驾照？我今天上午第一次踩离合器。哦，你就心态放平就好了。其实就，那我很容易紧张，我就是老喜欢踩刹车。然后那个教练就一直说，他说你不要踩，我说我没有踩啊，我只是脚放在刹车上，他说你脚不要放在刹车上，他说我会帮你踩的，我说那我不行，我拒绝，我说脚一踩真的我没有踩，但是其实刹车是不是特别灵，就你脚只要稍微放在上面它就会有个阻力，我感觉那个东西很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用力，但是它好像还是稍微会有点阻力。反正就放轻松然后就可以了。你什么时候考的呀？我两年前吧好像是。记不起来。你考了多久呀？我也考了一年，我也考了一年。我就那个前个教练，我感觉就是你要跟人的关系要处理好。然后后一个教练就是我一个朋友的，然后就是他可能比较有钱吧，所以那个教练对我态度就好。然后我就考过了。王子良有驾照吗？没考呢。我这给周恩泽发消息，让他给我推荐一下。好的，趁现在上学有空赶紧考。然后，说想说你为什么想送糕点？你有驾照，你什么买个小货车去拉货来拉跑货来拉不行吗？我吗？我因为我家里就是这个房子旁边那个车位10万块钱，然后就是不知道停哪。你说没地儿停车是吗？对对对。你们小区里没有什么停车，附近没有什么免费停车费之类的。就是你可能需要去提前几个小时回来要抢，然后如果固定的话又太贵了，然后又买不起。家附近肯定有，我不是家附近肯定就稍微远一点，就是
100米、200米肯定有免费停车位的吧？你们小区就是你住的小区里也没有停车是吗？啥？我说你们整个小区就是没有公共的空区域可以停车吗？我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有那个买的车位，然后旁边路边肯定是有。是你交钱的，总归会让你停的呀。你那个房子不是个小区吗？是个小区啊。小区里面你就是一个月出几百块钱嘛，你一个月出个什么贵的也就两三百啊，总归是能停的呀。但我就觉得就一是麻烦，然后我还要就是考虑怎么停车呀，还有每个月汽油钱呀，还有什么。省得说就是懒嘛，就不想劳动嘛。也是，然后同时还有。这时候想嫌麻烦了，读高中就出那几十万，那时候不嫌贵了。嗯。哎，劳动劳动吧，不要天天打头他了，出去劳动劳动。不，就是我如果把车搞回来，我去给人家搞货拉拉，就是切实可行的吗？还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接触过，就是这方面。什么叫切实？为什么怎么天天说去干货拉拉吗？你还觉得还需要谁背书吗？不是这个事必须谁背书，跟你说可行才可行是吗？货拉拉不就是货拉司机不就是个正常职业吗？那我可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拉个货有什么不可行？跑外卖，那拉个货至少是有生产资料嘛，就有个车。但是你可以对，后来你租平台的电车，现在必须得用电车跑，或者是你让家人给你买辆电车。我要去租一个电车。就是自己买个8000块钱的那种车，就是不能跑吗？还是自己买8000块钱的是油车，油车比较贵。怎么贵了？怎么贵了？你自己去研究一下可以吗？哦，行吧，嗯。你实在不行，你学汽修，你主要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呀。你不用听别人指挥，你自己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喜欢打 DOTA。就是劳动的，那是娱乐。游戏谁不爱玩？原神谁不爱玩？嗯。请问你们自己慢慢去研究这个事情啊。行，嗯。好的。嗯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收回那句话，我本来还说打到曼谷不可能是个蠢逼，我现在有点怀疑我这个判断。真的是对两个处男的气息。我感觉就是他们两个就是都是一根筋那种感觉。就是一根筋的感觉，就是万古侠确实，他如果天天玩了好几年才万古，确实打的也不咋地啊。我都没怎么打，我都没怎么玩都传奇。我要是认真打一打，随便便就冠绝啊，天天打才万古。
想跟我连麦？你哪个小组的？那个可杀三三三哪个小组的？哪个小组不是还好意思跟我连麦吗？你怎么张得开这个嘴的呀？这个眯着得了。的转速范围内工作，司机根据行驶状态利用变速器更换档位，从而控制驱动轮的转速。驾驶手动挡汽车时，换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手动变速器要实现平顺的换挡，必须要暂时中断从发动机传向变速器的动力。但是仅仅为了换挡而关闭发动机是不现实的，因此人们发明了离合器。有了离合器，不需要关闭发动机，就可以中断发动机传向变速器的动力。下面我们一起了解离合器是如何工作的。离合器主要包括一张离合器片，离合器片的两面是具有高摩擦力的涂层，这里显示的是一张经过简化的离合器片。离合器片位于飞轮上，如果有外力按压离合器片，则离合器片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将跟随飞轮一起转动，而变速器的输入轴与离合器片相连，所以当有外力按压离合器片时，发动机的动力就被传递到变速系统。外力由压盘提供，压盘通过弹簧连接到压盖上，压盖通过螺栓固定到飞轮上，并将压盘紧紧地压在离合器片上，从而具有高摩擦力的离合器片被按压到飞轮上，并跟随飞轮一起转动，从而发动机的动力就被传递到变速系统。这是汽车正常行驶时离合器的工作状态。那如何通过离合器中断动力传输呢？为了中断动力传输，压盘上要设置一种……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听懂。他讲到现在，我都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种特殊的弹簧，这种弹簧称作膜片弹簧。为了更好地了解膜片弹簧，假设膜片弹簧上的这一圈支点固定不动，如果像画面中显示的那样按压膜片弹簧的中间部分，则膜片弹簧的外圈将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膜片弹簧位于压盘与压盖之间，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结构，我们看这个结构的横截面。膜片弹簧的外圈与压盘固定相连，如果像画面中那样按压膜片弹簧的内圈，压盘将与离合器片分离，从而切断传向变速器的动力，这就是踩下离合器。哎，你们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我这样写，学修车 day one 可以吧？这样你们就不逼逼了吧？莫名其妙。科一我也看完了呀，这个科一那个东西我还像你们要当一个事儿干吗？科一我已经早上两个小时看完了呀，我已经可以考满分了呀。那个东西我还需要花特别什么花个时间刷吗？你们好愚蠢啊，闭嘴看就完事儿了，不看就出去，哪这么多事儿啊。地踏板的效果，液压系统将离合器踏板的运动传递到膜片弹簧的中心部分，当膜片弹簧被按下，来自发、你看这个笔，我是成都公益互助小组的，首先你工字都打错了，其次成都现在有两个组。这傻逼，哎，你为了跟我连麦你还说过谎，然后说谎还说错了，说不明白。什么叫我看这个没？我学修车不行吗？我学修车为什么没用呀？看标题学修车为什么没用？
不然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你骗人都骗不明白。真的，我说实话，你这在社会上工作，月薪3000，不能再多了。你还在直播间想办法跟我连麦呢，你先解决一下你生存问题好不好？发动机的动力则被切断，此时就可以进行换挡。换挡后，松开离合器踏板，动力重新传向变速器。离合器就是这样工作的。实际上，离合器片上还设置有若干螺旋弹簧。学修车得实操，我写学修车理论可以吗？我写学修车理论可以吧？这群傻逼。这些螺旋弹簧是做什么的呢？当发动机输出的动力出现波动时，这些螺旋弹簧用于抑制这些波动，让动力变得平顺一些。盘毂与离合器片并不是直接相连接，发动机的动力先到达离合器片，然后被传递到螺旋弹簧上，接着再被传递到盘毂上，这样发动机输出的动力中出现的波动绝大部分都会被螺旋弹簧吸收掉，从而传递到变速器的动力将变得平顺很多。驾驶手动挡汽车时，我们会遇到一个极其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任务——半坡起步。即使没有手刹，也可以利用离合器技巧进行半坡起步。在半坡起步时，发动……您说啥都对，我啥也没说。问题是我啥也没说呀，我就想看个离合器，你就跟我说不能看，我就想为啥不能看呢？我没有说学这个东西。我就是想学，对不对？我说我想学一下，我说我想学修车，我说后来你说不行，我说那我想学修车理论也不行，还我说啥都对，我就想学个修车，我说啥了？我连什么什么，我连说什么什么那个哦，我学这个可以更好的开车，这个逼话我都没说哎，我就是说我就想学，这都不行，还我说啥都对，是谁一直在说啥呀？我就说我想学个离合器，我犯法了吗？我学这样就不能学这个东西，我学这东西就是傻逼是吗？我最后整个我说啥都对，真的你也是月薪3500吧，比刚才那个逼强一点，不能再多了，真的。你们先处理自己生活中的这个做人做事的问题好不好？就不要来直播间这个看直播了，真的解决不了你生活的问题。喂喂喂，正午姐，哇，你声音很难听哎，这还叫声音好听？我声音很难听，挺难听的，就是一种南方人特有的那种很单薄的声音，而且挺姐妹的。好吧。啊，你挺应该是姐妹，应该也不是姐妹，好吧？对，因为有股下头的气息，这种伪姐妹，就是那种过分自信的直男，导致有点接近姐妹。嗯。我很好奇你们刚刚在聊什么，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因为我是后面才上来的。为什么僵住了？那个西安公寓互助小组是什么小组呀？是你爹。
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刚开始刹车踏板和离合器踏板都被踩下，然后慢慢松开离合器踏板，直到离合器顿了一下，脚会感觉到离合器顿了一下，就像发动机出现抖动。此时即使松开刹车踏板，汽车也不会移动，半松开的离合器起到制动的作用。这时踩下油门踏板，汽车将向前开动。半松开的离合器如何起到制动的作用呢？这种制动效果其实就是各个力之间达到平衡的结果。如果各个力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车轮则不会转动，汽车的重力将汽车往下拉，这个拉力等于车轮受到的静态摩擦力，车轮还受制于另一对平衡力，发动机向前的动力和车轮受到的静态摩擦力。当离合器踏板松到一定程度，我决定我要从发动机开始看。我觉得我要看发动机原理。学修车理论怎么不能看啊？12个小时太长了，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呀？啊，这个好，这个好，2分钟。前面我们讲解飞机发动机的视频 ，B 站播放量已经突破10万，所以今天我们来简单学习下汽车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哦。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汽车发动机引擎的。对，我就是很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上面这四个杠，这四个，我该如何形容它们？这四个圆柱体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活塞啊？这就是传统的活塞吗？啊，这就是活塞。火花塞。中学物理啊，中学物理有没有学过这个呀？没讲过。那基本结构，发动机引擎上方有两个阀门，一个是进气阀，另外一个是排气阀，两个阀门之间是火花塞，火花塞下方是一个气缸，活塞上下循环往复，就产生了重复性的运动，冷却液在气缸周边循环，防止气缸过热。接下来你看到的是曲轴，它将活塞的线性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曲轴和活塞之间由我们称之为连杆的部件连接。接下来划重点，我们将详细了解下四冲程循环。四冲程的顺序是进气、压缩、做功、排气。首先进气门打开，活塞向下运动，然后空气和汽油的混合物进入气缸内部，这就是第一步进气冲程。紧接着进气门关闭，活塞上升，压缩气缸内的空气与汽油混合物，这就是第二步压缩冲程。而后火花塞产生电火花，致使被压缩的混合气体发生爆燃，这就是第三步做功冲程。哦，这个就是内燃机是吗？这个是不是就是内燃机原理？内燃机就是用燃料点燃压缩的空气，然后产生热力学，这是内燃机是吧？哦，那外燃机是什么？最后排气阀打开，活塞上升，排出废气，这就是第四步排气冲程。这四个冲程为一个循环，期间曲轴旋转了两次，它会在进气冲程中转第一个半圈，在压缩冲程中转第二个半圈，在做功冲程中转第三个半圈，最后在排气冲程中转完。没有外燃机吗？啊，今天张正浩跟我说有外燃机的。有外燃机？怎么会一群人说没有外燃机？有人张正浩跟我说有外燃机的，
万燃机就是蒸汽机是吧？哦，剩下一个半圈。学习完四冲程，你一定会好奇发动机怎么控制空气吸入量。发动机上有个节气门，我们可以通过打开或关闭此阀门来控制空气的吸入量。当司机踩下油门时，节气门打开，让更多的空。我学不会，我不想学会，我只想看个热闹呀。我看这个东西就跟你看女主播是一样的，没事打发消磨，打发一下时间，学不一定能学会，对不对？哪儿的傻逼啊，受不了。对啊，航空发动机是外燃机啊，刚才谁一群人说没有外燃机的，出来道歉。哦，而且还有人说不是外燃机，就是斯特林发动机，也不是蒸汽机。空气进入，从而提高发动机功率。以上就是关于汽油发动机的介绍。你学废了吗？我们每期讲解的都是硬核知识，记得点赞关。但是我还是不太懂哎，我得看一下。在做功冲程中转第三个半圈，最后在排气冲程中转完剩下一个半圈。学习完四冲程，你一定会好奇发动机怎么控制空气吸入量。发动机上有个节气门，我们可以通过打开或关闭此阀门来控制空气的吸入量。当司机踩下油门时，节气门打开，让更多的空气进入，从而提高发动机功率。以上就是关于汽油发动机的介绍。你学废了吗？不是，它这个气，比如说它这边你们看啊，就是这两个，这边两个是进气还是出气的啊？这边这两个是进气还是出气的？一个是进气，一个是出气，那出去的气到哪儿去了？不不，那出去的气去哪儿了？那它这个怎么转化成动能的呀？这个是怎么转起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转起来的？就是这个部分。哦，我他妈理解反了。哦，是这边活塞，然后让这个转，是不是让这个轴转，是不是？是这边。哦，是这个活塞是这边转，然后带着上边转，是不是？哦，那我能理解了。是这边爆炸，然后把它推下去了，是不是？就这里面爆炸，把它推下去了，然后就带，然后他们四个，所以他们四个这个冲程是错开的，然后就可以让这个转起来了，然后就带着这个上面转，然后这就是发动机。哦，那我可以理解了。我思
次我再看有没有 4K 第9。气阀，另外一个是排气阀，两个阀门。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要看这个，因为明子跟我讲，跟我教我练车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这个，我听不懂，所以我必须学的比他明白，去到时候去反驳他，单杀他。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这么讲的，比如说什么挂档，因为挂档还有看什么转速表嘛，他就不停的疯狂跟我讲这个，我听不懂。他就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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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看转速表才能挂成什么二等三等，然后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转速表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几千转什么什么，对，我光学不行，那没有办法单杀他，我必须得看明白。Car Mechanic， 好，我收藏，到时候我去玩一下。对，他就会跟你讲，比如说速度到了才能挂对应的档位，然后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但是他就一直告诉我，他就一直告诉我为什么，然后比如说踩离合器，然后车为什么会熄火，他一直会讲，我都复述不出来，因为讲的是类似于这种东西，什么什么会熄火是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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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杆什么扭矩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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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带松脱了什么什么什么烂糟的，什么什么张紧轮什么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啥不当场问他，当然他能把这个视频给你打开看吗，当然得自己学呀。哎，这个学还挺有意思的，我就不知道，就是说啊，我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就是一般人他们不愿意看这个，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停地攻击我不用看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自己不会，就是他也想看，但是他觉得看这个东西是个学习，是痛苦，是负担，然后他就为自己开脱。对，看就这个，这些东西不需要懂，就是这种人，就对他们来说就看这个东西是个负担，但是我是觉得很好玩，我是愿意看呀，然后他们就对看不懂还不愿意看，然后又就觉得别人看了就嫉妒，就告诉别人不用看，那我就是想看呀，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呀。学习是不需要给别人看，那你可以不看呀，你出这个直播间你可以不看呀，没人比你看呀。之间是火花塞，火花塞下方是一个气缸，火塞上下循环往复，就产生了重复性的运动，冷却液在气缸周边循环，防止气缸过热。接下来你看到的是曲轴，它将火塞的线性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曲轴和火塞之间由我们称之为连杆的部件连接。接下来画重点，我们将详细了解下四冲程循环。四冲程的顺序是进气、压缩、做功、排气。首先，进气门打开，活塞向下运动，然后空气和汽油的混合物进入气缸内部，这就是第一步，进气冲程。紧接着，进气门关闭，活塞上升，压缩气缸内的空气与汽油混合物，这就是第二步，压缩冲程。而后火花塞产生电火花，致使被压缩的混合气体发生爆燃，这就是第三步，做功冲程。最后排气阀打开，活塞上升，排出废气，这就是第四步，排气冲程。这四个冲程为一个循环，期间曲轴旋转了两次，它会在进气冲程中转第一个半圈，在压缩冲程中转第二个半圈，在做功冲程中转第三个半圈，最后在排气冲程中转完剩下一个半圈。学习完四冲程，你一定会好奇发动机怎么控制空气吸入量。发动机上有个节气门，我们可以通过打开或关闭此阀门来控制空气。哦，这个就是油门对不对？哎，空气的吸入量，当司机踩下油门时，哎，但是油门他们不老说给一脚油吗，但是其实不是给一脚油，是给空气。哎，
所以你说给一脚油的，他其实他只是说踩一下油门儿，所以他说错了。给一脚油其实是给一脚空气，对不对？是踩下那个让那个节气阀里面进气更多，所以跟加油跟他们根本就没关系，所以应该叫气门，不应该叫油门。因为很简单的问题，看一下就知道呀。也会加大喷油量啊、哦？好吧，就是也就是有气也有油。空气跟油一起进的，是同步的。好好好 ，OK。也会多概念，但是里面重点也有空气。对对，但你单纯想给油不给空气也比较难，也不太可能。节气门打开，让更多的空气进入，从而提高发动机功率。以上就是关于汽油发动机的介绍。你学废了吗？我们每期讲解的都是硬核知识，记得点赞、关注、一键三连哦。我们下期见，拜拜。好，薇米子今天讲了半天，我他妈都没听懂。他说，哎，我操，想不起来了。他说某一种情况下燃烧不充分会喷黑烟，就然后就会喷黑烟，这是什么情况？他说是燃烧不充分啊，就空踩油门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你离合踩到底，油门也踩到底。就会喷黑烟，对不对？是不是你离合踩到底，油门踩到底就会喷黑烟？啊，不是，那什么情况下会喷黑烟啊？对对，齿轮没合上。哦，是没挂上档，然后拼命的踩油门会喷黑烟吗？就是没挂上档，然后踩油门会喷黑烟，是吧？好 ，OK， 发动机我已经懂了，我已经会修发动机了。我现在要去研究离合器了。我觉得现在我能看懂离合器了。你是否好奇过，当踩下汽车的离合器踏板时，到底触发了汽车里的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看一下其实很简单，那个 B 跟那 BB 啊，你根本就不用看，有时候跟我 BB 这个功夫，这个发动机你都懂了，真的非常的简单，那本来就是看吧，这个傻逼上来就整这么难的理论课吗？这东西真的是你坐在这花个三五分钟都看懂的东西，非得花一辈子说服自己这东西不用看。什么机关，或者说驾驶手动挡汽车时换挡前为什么要先踩离合器？本视频为你解答这些问题，在视频末尾我们也将了解离合器在半坡起步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了了解为什么需要离合器，我们先弄清燃油汽车的内部结构。他现在我已经看到了燃油汽车发动机的扭矩，但是它为什么是六个活塞啊？为什么刚才那个发动机是四个活塞，这个是六个活塞啊？哎，是不是动力越大就活塞越多呀？
因为简单的理解就是动力越大活塞越多，对不对？六缸跟四缸我看气缸是吧，哦，有道理，对，应该是气缸大小了，就是排气量。距范围非常有限。问题来了，扭矩是什么？名字就是说扭矩，扭矩到底是什么？扭矩是什么啊？它这个图什么？这个图什么意思？转速是什么？转速是这个，就是这个转轴的速度是吗？啊，扭矩是个力的单位哦。扭力乘轴距。力乘力臂，燃油发动机的扭矩范围非常有限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转速是什么啊？曲柄的旋转速度。哦，我他妈明白了。哦，我他妈明白了。你们听一下我的，我悟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今天早上踩离合的时候，
然后那个教练就是现在反正现在倒档以及一档嘛，他就一说你先找一找踩离合的感觉，就是松离合的感觉，他说要保持一个龟速。但是我经常就是不能龟速。我后来理解了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不龟速，是因为他那个我是踩了几次才感觉到，就是说那个松离合，就是说它有一个启动的起步的那个速度，就比如说你觉得说哎你已经松了，它为什么还没动，就是它已经在扭了，但是它转速还没上去，它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动那么快，就是说你觉得哎它怎么还没动，然后你会又松一下它就会快，就是说它你得给它一个时间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就是说对它是个阶段，它不是说瞬间就那什么，你得说慢抬，然后你不要动，就是你不要急，因为你只要再松一点，然后但是他就会就是说就松的太多了，你得先等一下才行。所以扭矩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就是它需要一个，它扭矩需要一个时间。就是它到这个理想的转速呢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它它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对，一档的扭矩是最大的。不是这个意思，好吧。我再慢慢悟一悟啊，我再品一品，不要急，我再品一品。我再品一品。因此，为了高效的调节驱动轮的转速，燃油汽车需要配备变速系统。变速器的使用使得发动机可以在最佳的转速范围。然后我就问你们，卡丁车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变速器啊？卡丁车是不是就是一个就学开车，我没有在学开车，我在学修车理论，我没有在学开车。卡丁车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变速器的，就是简单粗暴的这个东西？为内工作，司机根据行驶状态利用变速器更换档位，从而控制驱动轮的转速。驾驶手动挡汽车时，换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手动变速器要实现平顺的换挡，必须要暂时中断从发动机传向变速器的动力，但是仅仅为了换挡而关闭发动机是不现实的，因此人们发明了离合器。有了离合器，不需要关闭发动机，就可以中断发动机传向变速器的动力。下面我们一起了解离合器是如何工作的。离合器主要包括一张离合器片，离合器片的两面是具有高摩擦力的涂层，这里显示的是一张经过简化的离合器片，离合器片位于飞轮上，如果有外力按压离合器片，则离合器片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将跟随飞轮一起转动，而变速器的输入轴与离合器片相连，所以当有外力按压离合器片时，发动机的动力就被传递到变速系统，外力由压盘提供。我感觉我要再学一下变速器。我感觉我要先学一下什么是变速器。
压盘通过弹簧连接到压盖上，压盖通过螺栓固定到飞轮上，并将压盘紧紧地压在离合器片上，从而具有高摩擦力的离合器片被按压到飞轮上，并跟随飞轮一起转动，从而发动机的动力就被传递到变速系统。这是汽车正常行驶时离合器的工作状态。那如何通过离合器中断动力传输呢？为了中断动力传输，压盘上要设置一种特殊的弹簧，这种弹簧称作磨片弹簧。为了更好地了解磨片弹簧，假设磨片弹簧上的这一圈支点固定不动，如果像画面中显示的那样按压磨片弹簧的中间部分，则磨片弹簧的外圈将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磨片弹簧位于压盘与压盖之间，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结构，我们看这个结构的横截面。磨片弹簧的外圈与压盘固定相连，如果像画面中那样按压磨片弹簧的内圈，压盘将与离合器片分离，从而切断传向变速器的动力，这就是踩下离合器踏板的效果。液压系统将离合器踏板的运动传递到磨片弹簧的中心部分，当磨片弹簧被按下，来自发动机的动力则被切断，此时就可以进行换挡。换挡后松开离合器踏板，动力重新传向变速器，离合器就是这样工作的。实际上离合器片上还设置有若干螺旋弹簧，这些螺旋弹簧是做什么的呢？当发动机输出的动力出现波动时，这些螺旋弹簧用于抑制这些波动，让动力变得平顺一些。盘骨与离合器片并不是直接相连接，发动机的动力先到达离合器片，然后被传递到螺旋弹簧上，接着再被传递到盘骨上，这样发动机输出的动力中出现的波动绝大部分都会被螺旋弹簧吸收掉，从而传递到变速器的动力将变得平顺很多。驾驶手动挡汽车时，我们会遇到一个极其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任务，半坡起步。即使没有手刹也可以利用啊。哎，他们半坡起步是不是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那个张超培，那个张超培不会的那个东西，就是半坡起步，对不对？就是我们那个车库它有个坡度，然后他每次停了之后，然后他每次老开不上去，然后他一开上去，就是我给你们讲那个，后来魏明子指点他一下，他就能开上去了。然后他就说，魏明子教他，他从哪儿都学不到。我当时说不可能，就是他半这个那个是不是半坡起步呀？就是你停在一个有坡度的地方，然后要发动。那他怎么过的？对啊，这个汽车那他怎么过的？用离合器技巧进行半坡起步，在半坡起步时，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刚开始刹车踏板和离合器踏板都被踩下，然后慢慢松开离合器踏板，直到离合器顿了一下，脚会感觉到离合器顿了一下，就像发动机出现抖动。此时即使松开刹车踏板，汽车也不会移动，半松开的离合器起到制动的作用。这时踩下油门踏板，汽车将向前开动。半松开的离合器如何起到制动的作用呢？这种制动效果其实就是各个力之间达到平衡的结果。如果各个力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车轮则不会转动，汽车的重力将汽车往下拉，这个拉力等于车轮受到的静态摩擦力，车轮还受制于另一对平衡力，
发动机向前的动力和车轮受到的静态摩擦力。当离合器踏板松到一定程度，离合器会顿一下，从而不知不觉中让各个力达到了平衡。当这些力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车轮传动系统和离合器片都不会转动。这就是为何离合器顿了一下就起到了制动的作用。但要记住，发动机向前的牵引力转换为相互摩擦的表面之间产生的摩擦力，这会磨损离合器片上的高摩擦力涂层。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更了解汽车。我还是不懂，我还是不懂，我没听懂。但是他说那个就是半松离合器顿了一下，不就是今天教练一直跟我说的吗？他说这是抖动。他今天教我那个龟速，不就这个意思吗？他就说先松离合，对，就半离合松到微微抖动的时候，你再那个再松开刹车，不就这个意思吗？好吧，今天理论先学到这里吧，然后我们明天再品一品。我明天上午还要练。等我练完了再回来品一品，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了。当时我去那个，哎，我前天都没跟你们说，我当时去报名，然后那个教练问我是报手动还是自动，然后当我说报手动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明显的迟疑，就说啊，你要报手动啊？我说教练你放心，我一定会加深你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的。然后我去，他们就说，然后今天去练车，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报手动？”我说：“因为我的车就是手动挡的啊，那怎么办？”然后重点是那个，你们都不知道，前年报名还挺一波三折的。我驾校报名都是靠作弊才过的，因为现在江苏很严格，就是你一开始报名，他说你要去体检，然后体检给你几个，就说体检的点。然后我跟那个郑正浩一块儿去的，然后郑正浩先那边测嘛，就测什么什么什么这那，什么什么视力、什么色弱之类的。然后到我测的时候，他就拿那本。就是还是那个测色盲测那个本子出来了嘛，拿那个小本子出来了，然后就找了姐问我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我不是给你讲过我色弱吗？我说我看不出来，然后他就说啊，他说那不行，他说那你得去那个车管所去测，他说你要是色弱，我们这里测不了。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你给我过了，我说我不是色盲，我说红绿我还能看，红绿灯还是能看的，我说就是色弱。然后他说不行，你就是得去车管所。然后后来他妈的折腾去那个车管所，然后车管所那个体检室他们说什么，要什么什么去，反正哪个医院才有专业的检验色盲跟色弱的那个设备。然后不去不行，就得去。然后想说算了，说等我能有哪天有空再去吧。而且我第二天那个教练，他就听说这个事情，然后对啊，红绿灯还是看得清的呀。然后他就说那个，
色弱就是说颜色特别浅，然后且混在一块儿的时候看不清，单独也是能看清的，就是不能就是说几个浅色混在一起就看不清。然后就非要让我去，然后结果那个驾校教练说，他带我去过，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点去作弊，就是那个。他说他认识那个测的人，然后那个测的人是看着一页就给我比，就是手的什么画，就是一个二一个九什么的。我说好，然后就过了。对，我还是作弊才通过的。对，其实我跟这个事情跟魏明子说的时候，魏明子十分的紧张，他甚至要给我买隐形眼镜，因为他生怕我以这个为借口再次不学不考。我买个隐形眼镜，然后去那个平台上搜什么什么色弱什么矫正色弱色弱矫正眼镜，他就说你可以买这个眼，而且米姐说个特别荒谬的话，完了说我色弱，他说那你练一下呀，说色弱是可以锻炼的，你要锻炼，我想锻炼你个头。车都买了，结果找到借口了，不去考了。对，那个隐在那个隐形这一看就是骗钱的。他说买这个，我说你看那个评价就是骗钱的呀，这能好使吗？这能好使？一看就骗钱的。对，他是懂本体论敞开的。说考驾照多少钱？我这个是4600，4600加报名费300。是的，苏州非常之贵。没有，苏州很多年前也很贵，然后中间降了一次价，现在又涨出去了。魏明子说他可能6-7年前考也是5000，说中间降到了3000多，后来又涨到5000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苏州很贵。加加港也5000，反正就是说苏州就一直就是很贵，就很多年一直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啊！哇，身体在拉着近光，来远光，来近光。好，远光的什么时候开啊？就是没有路灯的时候开。比如说到乡下没有路灯的时候开，好，来把大灯关掉。啊，灯光还有一个功能叫原因灯光交替啊，什么时候用这个灯光啊？比如说晚上超车的时候，原因灯光交替；小巷的转弯，原因灯光交替；前车跑得慢了，原因灯光交替。那个手柄往方向盘这样拨两下，再拨两下，这是原因灯光的，再拨两下。啊，老司机说这是闪他啊，比方说对面开着远光灯，照着我们看不见，就提醒了一下原因灯光交替。来闪两下，好。那么这边呢是雨刮器啊，雨刮器我说一下啊，这里有个扇子一样，打了个斜杠，看到没有？这雨刮器的标志在这里啊。好，有的雨刮器是往上推的，有的往下拉的啊。我这个是往下轻轻拉一下一档，那再轻轻拉一下二档，好，这不停刮三档，下暴雨的时候，关的时候一次性关掉，来你自己轻轻刮一下，来轻轻，对，这个档呢是叫间歇档，哎，你别着急，第一个档是叫间歇档，刮一下会停一下。会停个10秒钟20秒，可以调节快慢的一档，二档就是正常下雨的时候用，对，这个档就不停下雨用这个档了，好，三档是下暴雨，关的时候可以一次性关掉，这是雨刮器啊，这里是喇叭，我们一般的用右手的手掌按2次，用右手手掌使劲按下来，对，要不然你按不动啊，不要用这个手指头按，手指头按不动，一定是按喇叭的2次，中间是安全气囊，按2边啊，使劲才能按动啊。
箱子里吗？对，可以了。好，这是喇叭声音啊。那个这个叫蚊香报警灯，这个是蚊香报警灯。什么时候开这个灯呢？啊，就按下去。啊，车在抛锚的时候，我们也开这个灯。比方说，我们车在正常跑的时候，咱们车子坏掉了啊，车子坏了，那么在市中心的时候，一般都在车后面20米左右，放一个三角警示牌，啊，那后备箱里有个这种三角警示牌，二十米到底大概有多远呢？经常我们走路大概走40步，大概就20米了，如果是快速路上，比方说高速上、高架桥上，我们车坏了，在车150米开外放一个三角警示牌，150米就是我们正常走路走300步，放一个三角警示牌，同时把它打开啊，最好呢也把你的后备箱打开，要不然人家不知道你的车坏了，记住啊。好，这是蚊香报警灯。这里啊，我说一下啊，这两个你要记住，别的可以忽略不计，这两个是重点啊。上面这个是油表，红色的指针指的 F， 油是满的意思，指的1时控，就是每次我们这个上车之前啊，发动之前看一下有没有油了，F 是满1时控，什么时候加油呢？到底下1/4左右要加油了，红色指针是1/2时候加油，F 是满1时控，因为怎么满是 for 是不是啊？那个一是控是那念什么？安全。好，安全。那么左边那个有个油箱的标志，它那个箭头指到左边，看到没有？看到。好，那就是油箱盖在左侧。哦，每次加油的时候，让我们左边的这个车尾部对着加油机，车尾部对着加油机，加油要熄掉火啊。有的加油表不是这样子的，是一和零，一是满，零没有了，1/2，那更简单啊。这个呢是水温表，水温表，红色的指针指的 H 是温度高，热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要后躺，那个 C 是冷的意思，温度低的意思，这个正常的温度啊，指的中间就是90度左右，只能冷不能热。一旦这个热了怎么办啊？一旦这个指针值的 H 了啊，就是我们车高温了，怎么办呢？靠边停车，熄掉火，把双联灯打开，后面放一个三角警示牌，千万记住啊。好，车喇叭自己冷下来，找修理厂修车了呀。那高温了就人生病一样，到医院去，对不对啊？比方说我们烧的39度、40度，你到医院看病，它高温了，你得找修理厂拖车，不能再开，再开的话发动机烧坏了，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正常行驶的时候，这个仪表盘如果有红色灯亮是危险的意思，黄色的亮是警告的意思，就是你是要做保养了，记住啊。好，那也要左边做吗？这个是发动机的转速表，这个是淋巴表，这个问题倒不大啊，这两个是重点啊。好，接下来我说一下这个档位啊。P 档是长时间停车档，R 是倒车，N 是空档，T 是前进 ，P 是长时间停，只要我们离开车辆要搬 P 档，离开车辆搬 P 档 ，R 是倒车，N 是空 ，T 是前进 ，P 是长停 ，N 是短停，就是离开车辆搬出 P 档。它这个是自动挡的，跟我的不一样。好，我现在要学一个最难的，叫做什么？熄火。今天来讲一下，为什么手动挡老是爱熄火。首先要了解一下离合器的工作原理。我已经了解了。它和刹车的工作原理相似，而且刹车片和离合器片它们的材质几乎是一样的，它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在高温情况下会被烧坏。这个是刹车盘，一个很厚的铁盘子，两块刹车片，你踩刹车踩得越重，刹车片和刹车盘贴合得越紧，摩擦力越大，产生的制动力越强。而这个是发动机的飞轮盘，也是一个厚厚的铁盘子，它是固定在那儿不动的。那我们踩下离合，离合器片和飞轮盘分离，那我们往上抬离合，抬到你的离合器片和飞轮盘接触，这个叫离合器的结合点，它们一接触就会产生摩擦力。那随着你离合往上抬的越多，它们贴合的越紧，产生的摩擦力越大。那随着你离合慢慢的抬完，它们会完全的贴合在一起，此时发动机的整个动力通过离合器片输出到车轮上面。那为什么我们在
不加油的情况下，发动机怠速运转的情况下，你的离合稍微松快一点就会熄火。因为发动机怠速运转，它传递的动力是非常弱的，而我们车是比较重的，一般的轿车都有一吨多，那你输出的动力比较弱，而你的车自重又比较大，所以如果你传输的动力不够平顺的话，它就会出现熄火的现象，它的动力根本不足以啊把你这台车拉动起步。相当于一个什么道理啊，我们用上道具，一个塑料袋，如果你提的东西特别重的话，你是不是特别担心这个塑料袋会断掉？但是我们只要轻轻的啊，很谨慎小心的提着这个袋子，让它的受力比较均匀，比较平顺的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轻轻的拍一下，这样小心翼翼的就可以啊，把这个很重的物体通过塑料袋给它提回家。一样的道理，你的动力本来就很弱，而你的车又比较的重啊，你只能慢慢的抬离合，让它们平稳的结合在一起，让它的受力非常均匀的啊传递到车轮上面，才不会熄火。这个也就是我们在驾啊，我懂了我明白了。小风扇被手捏住，什么？我还是没不，你的比喻我没懂，他的比喻我懂了，就是你用一个就是塑料袋提重东西，对，你没有办法就是说用力坑一下给它提起来，它就会断。但是小风扇用手捏这个我没有懂，哎，什么叫小风扇用手捏？就是说你抬太猛，就你一下子怼进去，然后那个摩擦力就大于你那个动力了嘛。然后我连刚才那个视频半坡起步我也懂了，就是你不能让那个小风扇我没懂啊，但是手持风扇然后呢确实可以捏呀、啊。海格尔发搜离合器结构，离合器原理都看完了。海格尔发，就你会是吧？叫学车，教练反复要求你慢抬离合，慢抬离合的原因，这样你才会不熄火。而恰恰就是你在驾校练的最好的一个操作，慢抬离合，导致了你毕业之后上路你不会开手动挡，你起步非常的慢，而且经常的熄火后溜，都是因为在你的脑海里，只要离合抬得稍微有点快，你觉得会熄火，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当你毕业之后拿了驾照之后，一定要改变你的这种故事思维，离合慢慢抬才不会熄火，把它删掉。你要相信一条大力出奇迹，只要你的力量足够的强大，你可以扫除一切的障碍。下面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毕业之后该怎么去起步，游离配合，大
大胆的去加油门。老铁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起步。起步很多老铁经常熄火，那么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起步时一次性将离合器踩到底，左靠前推挂入一档以后，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是慢抬离合，那么抬的时候一定是匀速且慢的抬，不能够一下一下的抬。那么当我们抬到车微微向前走动的时候，记住是微微向前走动，只要有动的感觉，迅速保持离合器的脚不动。那么这个时候你停稳了，那就车辆闯动熄火了。那么当我们的车向前走了，走起来以后走到一个平稳了，我们将剩余的离合器慢慢慢慢的松开，这时候就可以了，并且把脚放在左侧的休闲区，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完成起步了。并且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起步的时候切记不要将脚后跟离开地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完美的起步了。喜欢本视频的老铁，我还没听懂什么意思，我听那个刚才讲的是一样的。离合器的脚不动，那么这一下的抬，那么当我们抬到车微微向前走动的时候，记住是微微向前走动，只要有动的感觉，迅速保持离合器的脚不动。那么这个时候你停稳了，那就车辆闯动熄火了。那么当我们的车向前走了，走起来以后走到一个平稳了，我们将剩余的离合器慢慢慢慢。他这个讲的不就是今天我教练教我的吗？对，就考试方法。但刚才那个人不是说你不要这样，他刚才说不要这样那个搞。对，这是练车。刚才那个人不是说不要这样搞吗？他说你就是还是像你们说挂上一档踩脚油门，不要这样骑。对，这个就是刚才就是今天老师教的，是这样子的。好，明天我可以去跟张能浩 battle 了，我现在已经懂了。对，熄火我也懂了。哎，那我已经会了呀，我还有什么不会的吗？没有，真正爱车人士，像那个叫哎。但是我今天第一天开，我那个熄火次数比张成浩还少，所以张成浩有点酸。就是说，先是他先开嘛，我在旁边看，然后他从11点开到11:40，然后他这也是熄了好几次火，我也不懂什么原理。然后我就说11:40好了，可以去吃饭了，我不要练了。然后那个教练非要让我开。我说 no， 我不开。我说我回去，我本来就想回去今天我先学一下理论。我说等我理论整明白，我明天再开吧。我现在不敢。然后教练非要说，他说哎，上来坐一下，开一下就好。然后开一会儿就吃饭吧。然后我就上去开了一会儿，我就大概开了20分钟，就也是这个倒档跟那个一档。然后开了之后，张超就有点酸，因为我比他熄火的次数少，我一共只熄火熄了一次。我为什么熄了一次，是因为我就是因为过于恐惧，导致我很听话，就是那个教练说是什么轻踩，我就请让我慢慢松，就是过于紧张，所以就非常严格的执行他的指令。然后那个张超浩晚上回来，他还在跟那个张超培用他那个车在练。然后他晚上，我刚才在直播，他在那边偷偷的练，他就哦，那我现在懂半离合的状态了。
我现在已经能明白这个事情了，就是少给点摩擦力嘛，不要一下子全贴上，那个发动机就会对摩擦力太大了。微微抖动，就是说那个离合器片贴上去一点，然后半联动的状态，让那个飞轮带一点点，跟那个摩擦力平衡一下，就轻轻抖动。但是我今天开完之后，我的脚脖子很酸，因为我觉得我太紧张，导致我那个脚后跟一直在原地，然后就那个脚脖子就是来回上下嘛。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就是那个，对，就是说你脚后跟不动是不行的。啊，脚酸很正常吗？对，就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肌肉？就是脚背儿，就是说脚跟小腿那个结合点那一块儿，就是你把脚尖翘起来的，把脚翘起来那个，哦，很酸那个地方。我在开了20分钟，我就说真的要。我就这么酸，我说明天我得换双鞋。我今儿穿的是一脚蹬，没有鞋后跟的，就我还老想控制那双鞋。明天我得穿双正常的鞋。哎，那穿高跟鞋要怎么开啊？好，我已经没什么想看的了，我觉得我已经会了。作为开车秘诀。我已经开始走捷径了。驾校教练不会教你的开车秘籍，会入主路停下观察路况，让有路权的车辆先走，会入主路。哦，我们先学一下交通规则吧，我连交通规则都不懂，我都不知道啥时候谁什么叫有路权。哎呦，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各位车友大家好，我们驾车途经路口时，因车流量过大，受信号灯限制，还有过往行人，很多车友啊一到这里就发懵了，因此啊，不懂一些相关的交通规则，从而啊，造成了一些刮蹭事故和违章行为。今天我就为大家收集汇总一下路口的那些交通规则，以至于以后你不会出现这种失误哦，远离罚单。首先，我们以这个待转区为例说一下啊，左转弯待转区和直行待行区。当左转信号灯为红灯，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时啊，我们左转弯车辆就可以进入左转弯待转区。看这里，看前方的信号灯啊，左转信号灯变为红灯时，现在是黄灯闪烁啊，变为红灯，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我们进入左转弯待转区等待方向信号。一定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如果直行信号灯也是红灯时，你千万不要进入待转区。进入待转区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前轮不要越过这个停止线，如果你前轮越过了停止线，会判定你闯红灯，那么等你的就是6分200，千万要记住这一个关键点啊！当左转信号灯为绿灯时，你就可以正常通行了。再说一下这个路口掉头这个事儿啊，如果路边有这种禁止掉头标志的，大家都知道，那么此路段就是不允许掉头的，那么只有左转啊，或者是有时候直行和左转车道同在左侧车道呢，你只能选择直行或者左转，不允许掉头。但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路段，就视为允许掉头路段。那么驾车行驶到这种允许掉头路段，如果你想掉头时，且前方有待转区，你该怎样办？同样的道理啊，左转信号灯为红灯，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时，进入左转弯待转区。当左转信号灯变为绿灯时啊，我们再正常从这里掉头。如果没有待转区的这样一个路段，
你千万不要过早的压黄色的双实线，从这里掉头啊，或者说是在人行横道上掉头，这种情况是会被罚款和扣分的，千万要杜绝这一点。一定要越过停止线，越过这个人行横道，进入路口，哎，掉头，掉头时注意礼让直行车辆啊。如果未正确礼让直行车辆发生事故，你掉头车辆是要承担主责或全责的啊。相对于其他车辆来说，掉头车辆是最没有路权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避让。那么说，路边没有禁止掉头标志，但是有一个禁止左转标志，说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掉头呢？有许多驾驶员朋友啊，尤其是新手司机和女士司机，一见到这个标志，他本意是想掉头，但是发懵了。我们讲这两个标志放在一起，大家对比一下看啊。如果此路段禁止你掉头，啊不对，是此路段禁止你左转的情况下，你能否掉头？谢谢青柠薄荷 DH 的舰长，这是什么？学车粉吗？哦，看啊，左转就是掉头的一个前提条件。你掉头，你必须得等车辆先左转才掉头，对吧？是不是按照这个方式？那么如果不让你左转了，那肯定就意味着不让你掉头。所以说，下次你在遇到这种禁止左转标志在路边的时候，那这样路段你不用考虑也不用想，肯定是禁止你掉头的啊！千万不要在这样的路段掉头。掉头粉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开车在途经路口时，由于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啊与同车人员交谈，就疏忽了前方这个信号灯，或者说前方这个信号灯遮挡了你的视线。当前车过去之后，你发现已经是红灯了，但是此时前轮越过了停止线，将车停在了这里。说这种情况下啊，几乎每位驾驶员都经历过，相当的多。说心里就犯嘀咕了，说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我进行罚款或者是扣分啊？我这种情况下算不算闯红灯啊？回答是肯定的啊。如果你前轮越过停止线，将车停在了这里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它不算你闯红灯，也不会对你进行处罚。那么说，有的朋友又问了，说我车停在了斑马线上，或已经停在了路口，同样是静止，那么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啊？这两种情况也不算闯红灯啊，因为闯红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但是你车辆停在路口，停在这个人行道上，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这属于禁止停车路段，会对你进行一个处罚。大家都知道吧，人行道和路口是禁止停车的。说闯红灯具备哪些三个条件呢？首先啊，当你车辆的前轮越过停止线时，前方的电子眼会抓拍你车辆前车头的一个照片。哎，车辆后轮越过停止线驶入路口时，会抓拍你整个车身的一个照片。当你驶向对向车道时，会抓拍你车后身的一个照片。这三张照片是在你信号灯为红灯的情况下，车辆运动时抓拍的。那么三个条件成立之后，系统会判定你闯红灯，那么等待你的就是六分两百，你是肯定逃不掉的啊。再说一下这个冲黄灯，黄灯啊为警示信号灯，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路口在黄灯闪烁时，有司机驾驶员呢着急就加油通过了这个路口，哎，这种情况下虽然呢不会判定你罚款和扣分，但是你会接到一个零罚款零扣分这样一个罚单。这种罚单虽然不罚款不扣分，是一个警告标志，警告这个提示你，但是啊，这种违章你在车辆年审之前是必须要处理掉的，否则你车辆无法正常通过年审。如果你在闯黄灯，也叫冲黄灯的过程中驶入路口，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你很有可能要承担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所以说不差这几秒，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啊，为了您的安全。再说一下冲绿灯啊，有很多朋友不了解，说这个冲绿灯，冲绿灯就是说在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时，前方的车流量已经在路口造成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那么后方车辆仍然再次进入路口，哎，停在了路口或停在了个斑马线上，导致啊拥堵情况更加严重，
那么被现场执勤的交警看到，直接开具2分100这样一个罚单，叫冲绿灯。所以说遇到前方路口拥堵时，我们驾车在路口停止线外侧等待啊。虽然为绿灯，但是当前方道路通畅时，且信号灯为绿灯时，我们再次通行。如果信号灯变为黄灯了，我们等下一轮信号灯也不差这几分了，对吧？因此领到罚单是不是有些冤枉？再说一下子啊，没有信号灯的一个路口，我们应当如何礼让？也就是说，哪些车道上的车辆有道路优先通行权？首先说的是两辆直行车辆啊，两辆直行车辆，所以没有礼让谁在路口这样发生碰撞。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明确规定，让右原则，所以造成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黄车要承担主责或全责。正常他应该礼让右侧这个小白车先行通过，然后他再通过这个路口。那么说我们什么叫让右啊？啊，我懂了。大家都知道啊，在通过正常的有信号灯的路口，我们车辆想右转时，像这种圆盘式信号灯，即使是红灯的情况下，我们车辆也可以右转，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避让。同样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你右转车辆与直行车辆发生碰撞之时，右转车辆要承担主责或全责。如果对向的车辆左转弯，你右转弯同样发生刮蹭，还是你右转弯的主责或全责。所以说右转弯车辆在很多时候不需要看信号灯，但是一定要注意避让，因为它在路口的转弯半径小，更容易转弯。直行车辆与左转弯车辆啊，在路口停留的时间长，不容易转弯，所以它一定要注意避让，这就是一个路权问题。相对来说，右转弯车辆与掉头车辆是最没有路权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以免发生一些刮蹭的时候，我们要承担事故的主责或者是全责。因为右转其实是你就是最简单风险最小的一个动作嘛，所以它需要承担的注意的义务就比较多，对吧？你必须要得让这个什么左转的什么什么直行之类的，因为你最省事嘛，你只要咔往右边一转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因为你这个，对，因为靠右行，就是你的需要干的事比较少，所以你要多注意一下别人。刚才忽略了这个白色的双实线，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双实线、双虚线啊。正常这里有一个倒着的三角形。如果白色的双直线与倒着的三角形组合，那么这种路段你要注意了，前方即使没有信号灯，你千万不要以为此路段是直行和右转车道啊，你直行它应该让你，那么你就错误了。如果这里是双虚线还有倒三角，是提示你此车道的车辆要减速让行其他车道。也就是说，当有垂直方向有直行车辆过来时，你要降低车速，减速让行或者停车让行，啊，否则发生交通事故，那就不是让右原则那么回事了。这种标志多出现于辅路和主路交汇的路口啊，多设立于辅路，就是说让干道车辆先行通过。还有啊，白色的双实线那个属于停车让行线啊，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些，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好，我又会了，我又懂了，我甚至要看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了。我要看交给交警培训的。那本次培训呢，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要不要改成学什么学交警条例的解读。第二方面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责任的解读。对，我要去当交警。首先我们进行第一方面的讲解。
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际上我们各投资企业啊，在平时啊，组织人员，尤其是我们驾驶员这方面啊，已经多次的组织学习了。那么这次呢，培训我们也是摘选了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章节啊，咱们一起共同进行一下学习。这里面包括两个层次的，一个是我们管理人员需要掌握一部分的知识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具体的驾驶员啊，对于我们这些交通规则的一个掌握。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二章，车辆和驾驶人。第六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那么这个章节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车辆。哎，对了，你们这周跑五，那个那名字倡导那个跑步，你们谁跑了5公里？本周的打卡我们小组已经完成了，我们是周一跟周五，就是昨天跑的，然后周一跑的。昨天那名字没参加，因为他周一跑的，他说他韧带拉伤，他没有参加。以后我们那个网站上有个小组打卡功能，每周跑2次5公里。因为我每次锻炼之前，我都要先跑3公里，所以对我来说5公里我不知道能不能跑，但跑的第一次觉得还蛮轻松的。然后周五跑那一次，我也觉得蛮轻松的。但我因为我们比较慢，我们5公里跑了半个小时，一个人跑算吗？也算呀。半个小时跑5公里，那个本来就那就已经叫热身了，那还需要热啥身呀？半个小时5公里还要热身吗？6分配速6，我们是配速7，挺慢的了已经。我本来平时也要3公里。我们配置是7.1，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得跑，跑不了的就是得那什么。对啊，5公里要拉伸，半个小时，很慢很慢很慢。然后那个张成浩，就我们小组有几个人不太会跑，然后他们第一次跑的时候，最后那个我跟你说，其实跑5公里，你们有经验的应该知道，就最难受的其实是我觉得是2公里到3公里的时候最难受。就第1公里没感觉，2公里、3公里的时候开始，就是因为你那个心肺那些肌群开始就出现那个就疲劳嘛，就是喘气什么的就比较累。但是你其实3公里之后，你就肌肉就适应那个强度了，对，然后就不难受了。但这个3公里左右会开始腿酸。就是最开始是这个心肺周围的肌肉开始先疲劳，然后3公里是腿部开始疲劳，然后3公里之后呢就都不难受了。就3到4公里其实那时候跑的还蛮舒服的，就你觉得你的腿部肌肉也很放松，然后那个心肺的呼吸就是也很畅快。然后4到5公里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你甚至觉得还可以再跑个几公里。就其实就是2公里到3公里之间是对比较难受，这段你只要咬着牙坚持过去了，后面就很简单，就是很轻松。跑步纯是一个意志力的工作，因为我今天看过一个，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马拉松的纪录片，他就说跑步纯是意志力，因为它远远没有到你身体能负荷的那个强度。他们说马拉松训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什么今天什么多跑什么什么每个月进步1公里，它是
好，就比如说马拉松训练只要两个月，就每天你天天跑，每天都要就是说再往前跑一公里。他就说因为你马拉松就是一个纯意志，对，只要你能有意志力你就能往前跑，因为他就是心，他就是那些肌肉他那个锻炼需要就是说适应那个强度才行，但是你的身体是可以适应的。我就是用这个来鼓励那个他们不会跑步的人，然后每次跑的不行了，然后他们想歇慢慢，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那个，我说如果你现在歇或者是慢跑，你就那什么的，你就那个，你前面就白跑了，你前面三四公里就白跑了。因为你的体能提高就是超越极限那一下，你超越极限你觉得你已经不行了，但你自己还得跑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你就能提高。如果你觉得你不行了你就不跑了，你前面也白跑。我现在天天这么鼓励他们，他们说啊又白跑吗？我说对，又白跑。我说就是再坚持十分钟，不然前面那么难受就白跑。你就始终用这个沉没成本去威胁他们，然后他们就能坚持下来。然后我们上次跑了那个五公里之后，然后我说你一下子再跑你就觉得很轻松，下次就甚至可以再跑六公里。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张继达就说，他说他今天跟他女朋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跑，他女朋友约跑五公里，三公里都跑不下来，然后跟我们一块跑，他就能跑五公里。对，就是被这个沉没成本威胁法威胁到了。我就说你现在不坚持往下跑，你前面就白跑。体能提高就是在这个超越极限的那一下，跑步可以改善很多问题的。跑步其实就是说半个小时五公里，这个已经是非常健康的，这个就是说最健康的、最有利于健康的运动项目之一了。那个健身房那种就是肌肥大训练、肌肥大锻炼那个东西，就是它的对外观的好处以及一些功能性的，远远低于就是说跑步这种。跑步就是一种是这种叫什么耐力型的嘛，还有一种是 HIIT， 就是高强度心肺。游泳也应该也是最健康的之一，就游泳，然后长跑，然后还有 HIIT， 就高强度的那个锻炼心肺，这些其实都比那个就肌肥大训练要就是对健康有帮助很多。因为而且肌肥大训练还有一个比较无用的地方是，它是那个大肌群变粗变大嘛，其实它只对你的力量有提升，但是你还可以做那个瑜伽普拉提，就是锻炼小肌群，锻炼小肌群嘛，锻炼这个肌肉的耐力，不锻炼爆发力。就是简单来说，健身那种肌肥大训练，除了就是说一种那个。完成一种资本主义规训的享乐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就跟健康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你哪怕做什么普拉提什么之类的，也对，也比什么什么肌肉加训练要强。我就是用我们的例子跟你说，就是我们组里面也几个人，张成浩也是，他跑了两次五公里，他觉得下次也能跑了。之前跑五公里，他磨叽了一天，他说：“哎呀，我真的跑不了。”我就说：“你可以跑的，你真可以跑的。”如果真的跑不了，他磨叽了一天，然后结果两次五公里跑下来，他也跑下来了。所以说我就鼓励一下大家，其实都能跑，除非你身体特别弱，就是只要你是一个那个健康
普通的这个年轻人都可以跑5公里，你就半个小时40分钟跑，也不用着急慢慢跑。其实你跑个3-4次，你就会觉得很轻松，你甚至可以跑6公里、7公里。做了哪些工作或者动了哪些部分之后，我们是需要做这个变更的。那么首先第一条是改变了机动车车身颜色，二是更换发动机，三是更换车身或者车架，四这也是半挂牵引车应当安装啊。同时如果信号灯的表示通行，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情况下可以通行。第44条，在道路同方向画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左侧为快速车道，右侧为慢速车道。在快速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照快速车道规定的速度行驶，未达到快速车道规定的行驶速度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摩托车应当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有交通标志标明行驶速度的按照标明的行驶速度行驶。慢速车道内的机动车超越前车时可以借用快速车道行驶。这里呢，我们尤其要注意摩托车的这个规定。摩托车我们正常来讲是上这个机动车道的话，我们要在慢车道，也就是最右侧的一个车道行驶，我们不要到快速道上去行驶啊。这个是有相关规定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来讲，有些有摩托车的人开车的时候是不注意的。在道路同方向画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第46条，快速车道规定的速度是多少呀？第46条，机动车行驶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其中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一是进出非机动车道通过道路、铁路道口、急转弯、窄路、窄桥时；二掉头、转弯、下陡坡时；三遇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四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时；五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第48条，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应遵守的规定。一减速靠右行驶，并与其他车辆行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二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碍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已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一方未驶入时，有障碍一方先行啊。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文明驾驶，我们互相之间这个要遵守这个规定啊。在狭窄的坡路上坡的一方先行，但下坡的一方已行至中途而上坡的一方未上坡时，下坡的一方先行。四在狭窄的山路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五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离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第51条，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管控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一是在画有导向车道的路口。哎，这个东西是科四的时候会考是吗？还是科一也会考呀？这个东
这个道路交通规则是可以考还是可思考？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行车道。二，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三，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转向灯，夜间行驶要开启近光灯。四，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行。五，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六，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灯时，要依次停车等候。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啊，就是说我们的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这些呢？因为我们交通事故里面发生的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因为这个转弯的过程中发生的。我这么多年始终有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我最烦的情况是什么？我最烦的情况就是我过马路，我是一个一定会等绿灯的人。因为有时候是就转向灯嘛，就是说是红灯，但事实上行人可以过，但是我也不会过，我就一定等绿灯才过。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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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等什么什么三分钟不抢一秒钟，我确实是这种人。我说我着什么急呢？我不知道我这个事情着什么急，我觉得抢了到家多什么，找到个十分二十分钟能怎么样呢？也没什么事干，我是绝对不会抢的。但是我最烦的就是我绿灯在人行横道上还有车要转弯，要我让他，我就想说这种情况到底是谁路权大，是到底谁该让谁该让谁？因为发现这种情况我就很心烦，就是我绿灯在人行道上我还要让你吗？我可以不让，那我看来没有要减速的意思啊。但是经常这种情况下，那个经常这种情况下，那个车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就是要减速的意思啊。对啊，但是我就不好，我就不敢跟他抢呀。现实中就是苏州好像已经算是杭州，哎啊，这种情况下啊，我想你看，就是不同城市不一样。我跟你说。这种在杭州车一定会让人的，可能杭州是交通城市吧，不是旅游城市吧。就是啊，我去过这么多城市，杭州是车最愿意让行人的城市，你们有同感吗？杭州真的是一定会让，然后苏州都不让，所以我就到苏州就有点不太适应这个事情。上海也会让是吧？啊，现在不让罚分了啊？好吧，那苏州是还不扣分吗？为什么感觉没有人让我？但杭州很多年前应该是不扣分的，但是就是也会让。河南非常，反正我就是说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到杭州的感觉是啊，杭州的司机好文明呀，就是这种感觉。那么很多原因就是没有让直行的车，或者说右转的没有让左转的车啊。发生这种情况之后，那么直接判刑的话，如果直接判掉这个事故责任的话，那么这个责任也都是你违规的人员的。第五十二条，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三项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以下的规定：一是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
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二，没有交通标志优先通知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左右道路的来车先行，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四，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先行。第六十条，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灯、闪光灯，并在车后50米至100米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应当同时开启示货灯和后尾灯。第62条，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停车；二，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四，下陡坡时熄火或者空挡滑行；五，向道路上抛洒物品；六，驾驶摩托车手离车把或者在车把上悬挂物品；七，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我前两天晚上，我演艺晚是不是没播吗？周四还周三忘记了，我骑自行车出去兜风去了，因为那天天气很好，下雨了。然后他妈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门口这个路就是很偏的路，本来就没什么车，车很少。然后我骑车是很规矩的，我就在那个自行车道上骑的。然后我前面还有一个车，处于就是似乎是在自行车道上，似乎是在机动车道就之间吧，不太好说，就是那个位置上骑，然后骑的也不是很快，反正就是慢慢骑。然后我就听后面一个车叭叭叭一直摁喇叭，然后就一个小轿车开很快，然后从那个就是快捷道开过去，但是它离我们根本就是80米远，那个路上就也就我们3辆车。我想说他扒个屁呀、啊，赶着去投胎吗？就是他不扒，这扒的反而吓我一跳，不扒根本就人就离他800米远，中间隔着个慢车道呢，扒个头啊！那确实是有这种司机有病的，是不是？不是路怒，根本就离他很远，都没挡着他，没人害他任何，这个路上除了他也没有别的车，车很少。这种人是不是纯纯犯病？看我改的号，好看。我提醒我后面开始，我骑自行车那个速度可能，我觉得就是比走路也快不了多少去。行吧，我下班了，明天再说。明天要练车，明天晚上我们可以学一下变速箱。明天晚上我们可以学一下变速箱，再学一下交通规则。今天这个对，今天这个半离合我已经学会了，我已经掌握了手动挡的精髓了。明天我们学一下挂挡。好，拜拜拜拜，明天见。